三十就是另外给你奖励，各波再给你一些补助金额奖励了。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环保主席要跟他们结合，难怪呢这些跟总监啊、圈内阁这些然后宣传环保活动，协助环保警觉，然后举办区内环保奖。但看他不成为后国际总会有什么比赛，你有参加过吗？听成了我们国际总会有举办环保摄影比赛，全球环保摄影比赛，区有了，去年有，这出去有，我问说有没有办，你们都不讲话。那个是照相的，对啊，摄影，对啊，去年环保奖，你我们可以用摄影比赛啊，我们要个其他的啊。对啊，我说我们可以参加，我说国际总会每一年都有这个环保摄影比赛啊。好，再来呢，区啊，我那个心怎么打都变成他跳这个心，我竟然没改过，新旧的心。新旧的新，哎，马上改好了，真是。他是一个区域的工作委员会，原来是莫尔委员会，原来是莫尔团队的，早期叫莫尔团队，现在是属于一个我们区的一个工作委员会。他是 GMT 团队的成员之一。因为现在有 GMT， 所以新会发展就并在 GMT 的这个里头。GMT 它是个团队，就是 Global Membership Team， 它在这里头。啊，我们要了解新会成立指南，就从网站搜寻就会有。设立新会的发展计划，还有呢，了解区所在地那个新会发展是，玉英你是会员发展吧？啊，新会发展侯炳轩没来啊。那了解所在区的地区的规划，那事实上高雄我们帝都区还有很多地区是可以发展的地方，没有会嘛，没有会的地方我们都去规划，然后去成立，我们可以开始成立一个叫做支部，从支部再成为一个分会，只要五个人，只要当地他有五个人加入，愿意加入狮子会在那里创会的话，他就成为支部，分支的支部啊。那人口密集的地方筹设新会这个部分啊，再来呢。征求辅导的新会的分会，我们会不会？我们今年度希望能够透过新会的发展，然后透过母会的指导，还有各个分会能够来协助支持新会。所以有一个策略，那天秘书长也有提出报告嘛，比如是我们目前有55个分会，挺起啊，卡苏那是每一个分会成立的时候，由我们现有的分会给他们呢，刚才觉得包贺金啊，那包起来贺金2000来敢祝贺啊，那他就有多少的费用，就有110000可以去发展哦，那包括总会的补助，包括总监的补助，那这样下来你要发展一个新的费用，新的分会创会会长呢，他可能就家己等面开这些，阿伯家己做开一个，家己创一个分会哦，新的分会创会另外开这些呢。这里有没有创会长？谁？好，很好。你创会的时候你自己花多少钱？无以计算哦，嗯，无以计算，你看看哦。所以我现在都还不大敢再创，我怕无以计算。就是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子，很重要，一定要找一个母体很强健的母会分会来辅导他，一定要，但是一定要有意愿，所以我们要选择，帮他选择，尤其是 GMT 的 coordinator， 就是我们的协调长，甚至我们总监也要帮忙去搜寻、去找寻。然后，哎，这个又是我又没改到，对不起，这是复合区的协调员，然后这些大概都是这些啊，所以成立新分会的机会。另外，这个我们这个有吗？我们今天没来啊，没来 ，OK， 啊，没来就超过跳过。农业委员主席报告这个功能，啊，本委员会成员是总监啊，前总监哦，就是限于总监所要求的工作，总监所要求的工作。
促进区内的和谐啊，应区总监的要求召开会议啊，接受总监教务的问题，然后讨论提出解决办法，这是我们荣誉委员会要做的工作。科技，资讯科技委员会，这是从2000年开始，已经十多年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希望他能够做到的，比如说设计维护区的网站跟首页。我们现在帝都区已经有自己的网站嘛，所以这个就是要怎么样去维护它，更新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科技委员会要做的，所以你也不能只一个人啊。你有没有副主席？有没有找副主席？有啊，你也要几个委员，因为将来的量会多，因为活动多，一泼上去的东西资料就会多，要经常去 update。啊，透过寄电子邮件给会员跟其他分会建立沟通关系，还有协助分会呢，透过总会的网站，然后以线上承受会员报表，我们有没有？啊，这要问隔壁，问隔壁。这个 MMR 表是不是由总监区助理就有了，就有做的事。总监区助理我知道，但是其实呢，这个呢，分会，你知道我在我之前那个分会的秘书是直接做好报表，直接上传给国际总会，副本给区会，就是直接自己正本国际总会副本。所以那分会还是不能给总会啊？我们区里面分会还是不能直接网络给总会报表？不是，因为你挡不住啊。这个有他直接可以传到国际总会。这个有限制啊。CC 给你。CC 给你区，然后正本给复合区，也给国际总会啊。有限制啊，那个网络不是有，因为他有给秘书啊，秘书他有些文件他是只给是寄给秘书，而不是寄给会长。要寄给总会啊，应该是总监区助理这边他有限定密码上去的，他不是我们随便传就上去的。我不知道，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区里头的处理方式，像之前。一度区他的秘书是可以，分会秘书是直接可以，寄到国际总会去的，所以他的 MM 表啊，包括年度活动报告这些我们要做的，年度活动报告是委员会要做的，分会报告，好这些好，你看你还要做的这一点，设计分会提送的活动预报表，然后在分会发给分会去填报。是总监区本来就有在做的事，啊，取得总会的法定刊物、月刊、通讯、其他资料，设计区的电脑档案的系统，还有从事其他创新的方案，这都是我们科技咨询委员会的。比如说将来我们要做事务，有奖征答比赛，那可能要透过你这边，如果我们就直接上网，当室友上网去做这个有奖问答，你都可以上网，然后我们收啊。国际了解的这个部分，你看这个今天没有来啊，还有2分钟。我们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我问一下，我们有没有人参加邮票活动？邮票国际总会有一个邮票的委员会哦，有一个邮票委员会哦。年会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参加那个邮票交换哦，还有聚会哦，国际总会有。那国际联谊活动当然一定是在我们的，包括我们在年会都会有。另外呢，分会跟学校的结盟活动，分会跟学校，我们其实分会跟学校结盟活动，对哪一个委员会也很有需要的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在推试着探索。试探索一定要跟学校合作，学校愿意，而且最重要的试探索一定要哪一个单位愿意同意，最好就是教育局。试探索的课程是要把它编列在学校的课程当中，比如说礼拜六选择一堂课是两堂课，或是上午的时间下午的时间，我们去做试探索的课程的活动，这样子才是，而不是去做宣导。宣导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开始执行。要执行就是要学校愿意把它列为课程，然后我们把，比如说我们便针对的是，幼稚园呢是大班，5岁嘛，5岁开始，那7岁的
一年级的，就是那个阶段里头，第一阶段的我们跟他们，然后到中阶的，到了初中这一段的，我们跟他们上这个课程，到高中的有高中的第三阶段的课程，所以这都是要学校合作，或者我们没办法排为课程来做，因此这个部分跟学校结盟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呢，鼓励分会参加以上的活动，比如说联合国信息，包括联合国誓日。联合国誓日知道吗？什么叫联合国誓日？为什么会有联合国誓日？我如果用这个来做事务问答，可能有点问。对，1945年的时候，联合国要起草宪章，所以邀请了茂文忠士宣称跟狮子会的重要领导干部参与起草。那就所以呢，狮子会是联合国的一个顾问单位，有办公室的哦，每一年的总会长都是他的顾问单位里头的。联合国特别给狮子会每一年的2月底或3月初的一个礼拜天作为联合国狮子日，狮友们，全球的狮友们都可以在那一天去，比如说联合国它是在美国的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开会，那我们就在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室，真的是由狮子会的去开会哦。那我回他们到了南非，那时候是中国是联合他们去帮我们做，也是做白内障，所以正好那一年在那个南非那边召开联合国的狮子日，所以每一年都有一天。那如果你想去，你正好去的那个地方，你也可以去参与这一次活动，在联合国狮子日。你看到、哪一天如果我们有课程的时候，可以把那个图片秀给大家看，一群，那在上面主持的都是狮子会的领导干部在上面，然后底下就很多狮友，只有狮子会这个社团能够到联合国的会议，那个大的会议室，就是他们在各国代表在开会的那个会议室开会，只有狮子会。好，职业训练，我们也会做职业训练。好，区的领导能力没有来，区青少师没来，青少师，好，在这里，对，看一下啊，辅导青少师的基本原则跟程序，这里有这个 Leo 呢，国际总会有特别的一张，应该你有搜寻过吗？还没有。好，可以上去搜寻，有专门有 Leo 的这个部分的章节。好，宣传这些，还有知道总会哪些青少师的资源，你只要上资源，国际总会网站里头你去点资源。等资源它就跳出来，那里头有青少师的部分，另外成立青少师，成为青少师的顾问，然后去保持联络，透过青少师，因为青师是我们最好的伙伴，青师是我们最好伙伴，因为每次办活动他都可以协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们的母会，因为我们要给他 support， 我们每一年要给他经费，因为他们缴的会费 不多，5块钱美金，我们给国际总会是5块美金，所以我们要支持他们，支持他们。每年年初举办2次领导能力训练班，就是帮这个青师，帮青师举办，然后一次是市会的顾问，一次是市会的干部，然后担任青少师，超市会的，他们超市有个总监，因为但是我们台湾不多，台湾没有这个组织，国外才有。那像总监跟总会啊报告，还有呈送这个报表。Leo 91的报表啊，请他们的鼓励小孩子能够参与这个，也对列他们美术课程一个活动。如果他们获奖了，我们自己给区给他们一些奖励。但是最大的诱惑跟鼓励是他们能够拿到国际总会的比赛前3名就有奖金，哈，第一名是10000美金，第二名是5000美金，第二名的也可以去美国。中文给你存，所以这是很大的鼓励啊。我们应该把这个活动列为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啊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其他的呢，就大概就是这样。有些活动的部分，我们就看里头的。
看里头的文字，那需要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做说明的，我们再来继续探讨，好吧？啊，就不耽误大家下课的时间，因为我们接下来下一堂课是由那个我们瑞达来跟我们分享。啊，这一堂课呢，跟大家分享到此，最后还是希望期许拜托各位主席，明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，把低度区整个让它产生强而有力的活力，把它翻转过来，从15个区里头转到前段区，好不好？我们一直在后段区嘛，对不对？学生不是后段班吗？我们在后段区，我们最起码转到前段区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有没有可能？有。当然有，因为委员会很重要，委员会动起来，师友就会动起来。如果没有诱因，没有动力，他就是睡觉，睡觉就是等待，哦一哦一的，就走了啊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休息10分钟，3:20，我们3:20进教室。好，谢谢。